都几点了，还不回家？别玩了！哎，你看，你儿子太危险，快回家！快回家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回家！你干嘛？ 拿什么衣服啊？过两天我就出院。出院？嗯。谁说的？又不是你说了算。我现在身体挺好的，没事老在医院待着干什么呀？又不是免费住。人家说了，治疗癌症，调节心情比药物重要。这你就别操心了。反正我想回家。回家。 回家谁照顾你啊？工作这么忙，我没时间管你。你就在这儿好好看病。我一天在这儿太无聊了。你现在是病人，要好好治疗，听医生的话。别看。 老跟着我干嘛？我看你喝多了。同情我？可怜我吗？ 一个医生晚上到酒吧卖酒，很可笑是吗？太晚了，一个女孩子太危险。你想保护我吗？ 好啊，那你做我男朋友。
没有权赛找我，我只能躲到国外去打黑拳。10年我回不了家。过去的事，那我们就不再争了。转让枪管的钱，我要把这笔钱留给我女儿。你放心吧，我找人放了很多高利贷给他，他这辈子有的还了。别激动，我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的徒弟潘杰我见过了，我们已经约定好打一场生死拳。希望你明天看到比赛。你要干什么？谁啊？爸，爸，带好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爸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原来你就是李飞。钱呢？转让费什么时候给我们？我爸需要这笔钱治病。钱我有，但我就是不想给你，因为这是你爸欠我的。走了。爸，你躺好。爸。别打了，下来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李子，这谁啊？我看过他打拳，他是杨师傅最得意的弟子。你处处逼人，真玄将的方式，我跟你打。我要50个。必须3分钟之内打赢潘姐。我要80个，3分钟之内打不赢。这样挣钱的买卖，我怎么能不接呀？你要是输了呢？输？我输过吗？给你点希望，全管给你，离开这里。真那么想输啊？好。
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。我明白。